你有机会，你吃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优质，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比较。亲亲，而且它是滞销已经不够了，所以它根本外面都吃不到这个。我爱吃肉肉，就爱吃肉肉。 是一个蝴蝶，如果远远看的话。你要拿全部？我拿最重的，这个，这我拿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力所能及。你给我。你把那个梨子也给我。不要。你给我，把这个梨给我。 乖乖，你觉得我要用哪一个比较可爱？爱心，雪花，都很好看。你再说多一次，我看不完是什么？我有这样子吗？ 那我看分的时候是不是很好？<笑>我没有这样傻瓜，这样找不好。妹妹，等一下，差不多啦。<笑>我没有。羊尾。羊尾。这是什么？红烧。糖醋。这个给过。这是啥？清蒸。 这种是红烧了吧？对。那不一定，你看它像红烧，其实它并不是，它是黑烧。我怎么会认识？